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我是主持人丁希。节目的一开始要给大家报告一组数字，2015年的上半年，全国消防部门一共接到的报案电话呢是20.2万次，死亡人数1109人，那么直接达到的这个财产的损失呢是20.2亿元。这些数字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啊，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位来自安徽合肥的陈林光朋友，他呢发明了一种灭火器，可以在火苗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将它灭掉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项发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我叫陈林光，是浙江青田人，从90年代初我到了西班牙，做过贸易，住过饭馆。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，陈林光只身去到国外，希望打拼出自己的一番事业。经过几年的奋斗，他在当地开了一家生意红火的中餐馆。然而命运之神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，让他的一切努力都覆水东流了。一下子就是我感觉当中就一下子就整个饭馆里火冒起来了，那个火光冲天从窗户里冒出去，那是叫真是非常惨的非常惨的一个事情。估计是油锅没关，我们就往里冲，一往里冲看到里面那个火啊已经非常大了，那时候慌张的一塌糊涂，我们就把那个台布往里扔，结果火越来越大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跑出来，那个火就是跟着屁股跑出来一样的。我后期的一个产业把前期积蓄下来的一切东西全部一场大火烧毁了，我们一切的生活一切的东西都是依赖这家饭馆。那么当时这家饭馆也是生意是非常好的，就这么一把火把一切所有的东西烧毁了，非常的无奈，好像就是希望也烧掉一样，总我不知道怎么干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大火那个惨烈的景象啊，我连做梦都想制造一个灭火器，这制造灭火器是有我的一个执念，我也想让更多的人不用重复我那种惨痛的经历，同时我也想从制造灭火器当中寻找找回我的自信，找回我的成就。他想要战胜火灾，可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，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则新闻。有一次是周末，我在家里看电视，看到了一个即时新闻报道，说当年海湾战争打了之后，有无数个那个油井在起火，后来听说是留下了一支部队在灭火，这支部队呢是用炮弹把这个油井给炸灭了。哎，这个爆炸也能灭火，当时就给了我一个灵感。他想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能快速把大火消灭的方法。喂，像以前那些朋友借钱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来支持我，打电话都没人接了，都以为我疯了呢。你小小的一个陈林光能就够做得了这个事情吗？当时啊，对于我来感觉啊，就是简直是兵败如山倒，那个又太惨了，太惨了。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，他就决定自掏腰包。陈林光带着仅剩的积蓄，独自一人回到国内，开始了他的发明之路。可是资金有限，他招不起研究院的技术人员，他就只好找了几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。就这样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带着三个毛头小子开始了研发之路。三个皮匠顶一个诸葛亮，几个人整天围坐在一个租来的小屋子里，终于
历尽辛苦，他们还真的将灭火弹成功研制出来了。灭火弹成功研制出来了，但是想要走向市场，必须要有规模化的生产才可以，这需要大约600万的资金，而这再一次难住了陈林光。我去找到我以前的同学朋友，我到哪里就说我自己这个灭火弹，到哪里就说自己灭火弹，结果历经了好长时间，终于找来了这么5个投资人。这些器具送到前面去。好，我们今天那个工作要做好了，好不容易叫到了几个投资人，今天肯定没问题吧。陈林光决定当着5个投资人的面来演示自己的灭火弹。虽然陈林光之前做过多次试验，灭火弹的灭火效果很不错，但是想要进入市场，必须得到投资人的认可才可以。好嘞，这样差不多了。看看我们这个事情基本上准备的差不多了哦。不行，我在这等着你喊那客户过来看看。好好好，那就这样，我们暂时这样，我去喊客户过来。好好啊，好。哎，刚刚开发了一个灭火弹，今天呢，把你们这5个投资人，几乎我是告爹爹告奶奶把他请过来的。看看灭火弹是怎么一回事？如果万一失败了呢？为此我非常担心。第一个让你非常担心的是什么事情？我输不起啊，我再也输不起了。他是用一种爆破的方式进行灭火。这个灭火弹里面呢有一个引发器，加上这条引线，那么火边上一旦起来的时候，通过这条引线导致里面的引发器启动呢，爆开来呢，覆盖着灭火剂啊，就带出来了进行灭火。这个方式非常安全。你利用外面的火源把它给引着了，是吧？对了。其实每个人啊，大概都清楚哪里是你最不安全的地方。这就不要人了，放在那里，人在外面干活，轻轻松松的，不用担心家里，说实在的，真正起火造成灾难，通常是家里没人。对，家里没人，没听到。我这个人不用动，不用人动，火一旦起来就把它灭了。哎，陈总，我问你，你这个东西不就跟我们那个二踢脚一样吗？你这多危险啊！哎，这样我放在家里面灭火，我都害怕。差不多，我跟这个里面是装的是液体，液体它不伤人。关键我这个外面是一个塑料的。你来看看靠不靠谱吧。好，嘿嘿，哎，炸弹这玩意儿灭火的话。那不是一来火越大嘛？本身火就是炸开，对吧？你又搞个炸开来给它灭，那你这不是闹着玩吗？对不对？开玩笑。那往后退一点，退一点。离远一点。没事的。远一点。兄弟们，离远一点。我站你后面。没事的。没事的。到底能不能拉来投资？就看这个灭火弹能不能把火灭掉了。好，点火，侧一点身子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灭火状态不是很好吗？有什么感觉？过来看看，你看看我们的覆盖面积有这么大，有相当于这个4个 U 盘那么大。有二十个平方。25个平方的，12个平方是肯定以上的，有效灭火面积肯定要超过12个平方。这个威力还是蛮大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还是有点危险。你看这个碎片，刚才我站那么远都炸过来了。这个毛刺这个东西要割到手上了，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啊。你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你这个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不让它炸这么远啊，对吧？你如果放在家里面，这个呢，炸到人身上，这个割到手身上割破了，这个有毛刺，对吧？我觉得更多的情况我们是在考虑啊灭火的情况。这个你提出来也有道理。
你这个你是火是灭了，但是你伤到人了怎么办，对吧？我觉得你感觉到这个，你碎片炸得蛮远的。你这个现在我认为是不行的。嗯，最起码我是不能接受的。嗯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这个我感觉还要改进，对吧？因为你最终是要投向市场的，对吧？你是面向最后要面向用户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把火灭了之后你伤到我们人了，对吧？行吧，那今天就这样吧，好吧，好再说吧，好吧，你先走了啊。它那个炸开之后，那个碎片啊炸得很远，可能会伤到人。你虽然是把火灭了，但是你对别人造成了这种二次伤害。真要是投入市场的话，我觉得它这个安全性啊，可行性，我觉得还有得考虑。我蛮以为这次一次就能成功的，让他们也高高兴兴地看到我这个非常好的优良的灭火弹，结果我把这个事情给做砸了，确确实实心里凉了一大截。我是满怀信心的，通过多少年开发，把这个产品，把这个灭火弹铸成了。然后在灭火的过程当中，一个是碎片太多，一个是声音响，一个是力量巨大。你说他们提出来不对吗？是非常有道理的。这些事情怎么我以前为什么都没想到呢？他们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讲的，这个也是一种非常正确的事情。这灭火弹啊是成功灭火了，但是几位投资人丝毫不感兴趣。看来啊，这个灭火弹仅仅能够灭火是不够的，那么究竟还要做哪些改进呢？上一次的展示，灭火弹能够遇到大火自主启动，瞬间把火灭掉，还是给投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陈林光相信，只要自己可以按照投资人的要求改进，事情肯定还会有转机。灭火弹启动时，外皮的飞溅速度其实很慢，投资人担心的只是这些外皮的边缘会划伤人的皮肤。终于经过一年的研究，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材料，这让陈林光有了再次约见投资人的信心。各位大老远的跑过来，这个今天天气啊又比较冷，一年时间了啊。我记得去看看看看我们今年一个新的、今天这个变小了。是哦。哎呦，这个有变化了哈，去年那个好大、那么大的。这有什么看法吗？你今年这个变这么小，能不能把这个火灭掉啊？没问题。去年那个搞炸出来了，今年你这个能不能把这个灭住啊？没问题。你记住去年的事情了、边上全满满的都是哦，那个是威力太大了。我们最重要是这个外壳上，对这个外壳的性质进行改变。你这个这么小的这个是灭火装置啊，这么大的油壳，这个烧起来是很旺的。我接触过这个，这个不得了。那么你就是能把它灭掉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灭火的时间从启动。多少时间你把它灭掉？五秒钟就够了。现在你那个片子都飞到我身后去了，当时啊，对吧？你这个还是要镇定那么远吗？两米距离、四米距离都行，绝对没问题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等一下就站在这个边上，转个屁股让它炸一下，都没问题，放心好了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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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我来，好，我来亲自搞啊。你们离远一点啊！你们离远一点，这个威力很大的，我跟你讲的啊。这个是桑葚油，这个是桑葚油。我来点火，97号油。对对对。这次演示可是陈林光最后的机会了。那么新型的灭火弹能成功吗？与大的那种原理相同，只不过这个灭火器中只有2到3克的火药，火药被包裹在充满灭火剂的容器内，灭火器外壳上的引线就是传感装置，当引线触碰到明火的时候，就会引爆火药，从而将灭火剂均匀地喷洒出去，达到扑灭大火的目的。
这声音特别小哦。这次效果是吧？你看看这个满意了吧？这个比去年那个是好一点。嗯，刚才打到我一下了，也没事。没事啊。嗯，没事，真的打到你身上了哈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这个。因为这个材料设计的跟完全跟去年不一样，你看看它都是卷边的，它都是很钝的，你看看这都像尼龙丝一样了。哦。这它都是怎么样呢？这个不是断脚。不是断脚，你看看，都是钝的。对啊，这个我刚才碰了一下，很柔的。很柔的。很柔柔和的。去年、这个东西好，投定了。这个值投定了。我要的就是这个，要的就是这个。我跟老陈啊，就是有过好几次合作，因为大家合作的都比较愉快。他上次在我这个回国之前嘛，他跟我说他搞了一个什么灭火弹啊，那我当时我也不知道。那么这次回来一看，演习一看，啊，果然不错，我觉得感觉很好，所以说我这次回来呢，也是想找一个合适的项目，那么刚刚我们就一拍即合了。我比较开心，我比较开心，对。这次演示的成功，让陈林光直接拿到了程跃东先生400万的投资，从被一场大火烧得倾家荡产。从回国省吃俭用开始研发，从被所有投资人无情的抛弃，3年的时间，陈林光终于等到了这一刻。可以说，这种能够浴火启动、将大火瞬间灭杀的发明有着极大的市场。拿在人的手上，能成为一个在火场中开辟通路的先锋。放在消防死角，它又能成为一个警惕火源的卫士。得益于不产生风力边缘的新材料，它的安全性同样也令人放心。陈林光这个时候可谓是信心十足，带着自己的灭火弹，他在2010年、2013年先后报名参加了央视的《我爱发明》和《发明梦工厂》节目。尤其是在2013年的《发明梦工厂》节目中，凭借着灭火弹的神奇效果，让现场20名投资人无一灭灯。第一个全场没有灭灯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节目播出后，全国各地的订单都向他这里涌来，第一批共11家经销商签约成功。可以说，灭火弹至此已经成功推广到了全国。老陈这灭火弹的执念终于是实现了，真是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儿。但是呢，这个产量啊刚刚才出来，这订单呢是一个接一个，正是形势大好的时候，却出现了一件大事，差点让他全盘放弃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陈林光的灭火弹已经推广到了全国，作为一家刚成立没几年的企业，他们的订单虽多，但每单也就几百枚。然而有一天，陈林光在西班牙的一个朋友帮他联系到了一笔多达23000枚的大单。我当时接到这个单子啊，感觉到非常高兴，一张天大的订单，我们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订单。我是不同意的，他做这笔单子，凭我们公司当时的实力，要投入这么多的资金，我觉得这个风险确实太大了。当时我就反对的，我叫他再考虑。作为公司的投资人，程跃东首先考虑的肯定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。在2个月的时间里，做23000枚的灭火弹，
意味着公司90%的流动资金都会被投入进去，做成了就是大赚，出问题了就是企业破产倒闭。这个单子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我们团队也确确实实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单子。我认为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，否则的话老是纠结也是做不了事情的。为此我就偷偷的瞒着老陈，我就把这个决定给做了，决定做这个单子。陈林光就这样决断了。两个月的时间，他带领团队终于赶制出了23000枚灭火弹。他寄希望于这一箱箱的灭火弹能够再次打响知名度，从此打开广袤的海外市场。然而三个月后，这23000枚灭火弹全被退回到了他的公司，大量的灭火弹在海运途中出现了漏液，弹体内部的泡沫灭火剂全部流失殆尽。一大卡车的灭火弹运回来都是漏液的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？那是最不应该出的事情出现了。随着这些已经报废的灭火弹同时回来的，还有西班牙客户的愤怒以及巨额的赔偿合同。我们半年多没有生产过这么多东西，一漏漏成这个样子，把具体的方案拿出来怎么解决？不仅仅就是这个，你们翻过来看看，叠着这个整个屋子都是。2万3000枚灭火弹呢，老陈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了，无论是精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一样都没少。不过结果并不是他想要的，他最想不到的那个结果还真的就发生了。最终查明的事故原因更让陈林光痛苦万分。国内的订单都是走铁路运输，数量很小，通常就是堆放2到3层，而海运是集装箱运输，灭火弹一下被堆放到了6到7层，结果就导致压力过大，这才出现了漏液事故。陈林光最早是做过海贸生意的，他很清楚集装箱载货的特点，但是这一次他疏忽了，简直就是一个灾难性的。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尽自己的能力都投入进去了，现在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。而这个时候程月东也终于忍受不了了。陈林光，西班牙的那23000枚的货是怎么回事啊？漏液了，出现漏液了。漏液漏液，漏不漏液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给我再好好的解释一下。你先消消气，这个事情先消气，我正在想解决办法呢。当时我就叫你不发，你偏要发，你这个事情再怎么处理，你如果因为这个事没有想好解决的办法，我就准备撤资。撤资呢，不是一种最好的解决方法，我正在想办法，正在想办法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我其他话不跟你多说了。如果想不好办法，那免谈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做这个单子，我们花下去的成本，前期的成本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其二，我当时因为觉得有风险，我是不赞成的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比较主观的，把这个单子做了，然后又出现了这种情况，我当时非常生气，就不想跟他合作了，想撤资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，更为了挽回自己发明的命运，陈林光高薪聘请了以前曾经合作过专门研究材料的张海生，他希望从技术上解决灭火弹不能承受重压的问题。后来我发现啊，
估计材料也有问题，这个材料的问题不是靠我满腔的激情就能解决的。后来我想想，还是找一位专家来协助，共同来解决这个事情。为了研制新型的外壳，他们寻找了几十种可行的材料，最终他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。这种材料在理论上可以解决重压之下漏液的问题。新型的材料找到了，可是早已经过了和老程约定的3天之期，想要挽留住老程和他的资金，陈林光只能赌一赌了。那是我真的没办法，说实在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我只能是把经销商找过来，寄希望于经销商对我的技术改进产生更大的希望，我利用经销商的希望对老陈说服。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经销商们同意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，老陈同不同意我也没办法，说真的我也没其他办法了，只有这么试一下看看。今天呢，我把大家招到一起，三是让大家来帮我看一下，我想验证一下他到底能承受多少压力。哎，我把它放上去让大家来看一下。先去掉皮，我们现在往上面加压，60公斤，每一块铁是60公斤重，再加一个60公斤，正常是100公斤，对对对。180，现在是182公斤。曾经出现过一个漏液的情况，现在通过了改进，你看看我现在压了168公斤了，还不漏液，还不漏液。那么我估计还可以加一个，还可以加一个上去，把那个铁板再抬上来。现在达到将近216公斤，216公斤。我们看看，像这样的一个强度，你看看它都不漏液，没有情况漏液的状态。这种的强度，不论在东南西北，在各个地方，通过什么样的运输，都是绝对没问题了。现在，200多公斤的压力，相当于48个灭火弹了。陈林光这次赌博性的演示终于收到了效果。老程在看到经销商对新灭火弹的信心后，也终于妥协了。这一次漏液事件不仅没有对销售造成影响，反而增加了行业的口碑。西班牙的客户也在考虑之下重新开始了订货。对国内国外市场的双管齐下，灭火弹的销量直线攀升。不到一年时间，陈林光的年营业额就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，可谓是风头正劲。吃一堑长一智啊，这一次的教训呢，让老陈呢扎扎实实的上了一课，从此呢也更加的谨慎了。那么公司呢也逐渐的走上了正轨。正在他觉得要松一口气儿的时候，年关将近，一件大事儿发生了，老陈再一次遇到了危机，而这一次的危机几乎把他逼到了绝境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您接着往下看。这一天，陈林光正在接待一个大客户，可麻烦却突然找上了门。感觉到最不安全的时候，我打扰一下哈，你这产品不行啊。哎，姚总，你怎么？我上半年采购的20000煤，到了这个季节，你看冻成什么样了？不会吧？两边都鼓了一个死坨，这样的能灭火吗？姚女士是陈林光刚刚发展的，也是他在东北地区最大的经销商。再过两天的话，零下30-40度，你觉得可行？都这样吗？都这样的。产品能用啊？怎么冻成一个坨了？零下40度的时候，像这种情况，我很担心你的产品啊，你要给我个交代。不会啊，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卖的。试试看吧。陈林光嘴上不承认，
可心里却好像抱着块冰，冷汗直流。他以前的确做过防冻实验，可温度从没低过-30°，而姚总的一些大客户恰恰在大兴安岭地区，那里有些地方每年-40°的天气就可达30天。姚女士特意把这个灭火弹在-40°的冰柜里冻了一晚上，这一次的实验说不定就会让她和灭火弹说再见了。陈导，这个东西看还真的冻上了是不能用啊。我今年采购这20000枚这个灭火弹，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，您要给我个交代。这种情况也灭不了火，你看怎么弄吧。这都冻上了，怎么回事呢？看着地上这被冻成一坨一坨的灭火剂，陈林光是想跳楼的心都有了。姚女士给陈林光下了最后通牒，15天之内如果不能解决问题，那就不止退货那么简单了。市场竞争就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更何况自己犯下致命的错误，质量问题足以让他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经销商，失去所有的客户。你还有心就在这里玩手机啊？东北客人找上门来了，你们一大批人还出现这样的事情，你还有心在这里玩手机？你赶快给我解决了，要不然你也别干了。前次我们退货那个阴影还在，今天又找到了这么一件事情，你说我还不着急吗？我进去一看，小张居然还在玩手机，20000多个灭火弹啊，客户都还在外面啊，他居然还有心在玩手机，我一下子就生气了。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在这个玩手机的过程中啊，也实际上是我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，压根啊就没有一种材料是万能的。气候的原因呢，我之前确实没有考虑到，但这样也不能完全怪我。像这一些事情老是让客户来找我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张海生当时觉得委屈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请了一周病假，不再上班来了。赶走了材料专家张工，陈林光拿着冰弹自己琢磨了很久，可他自己根本解决不了防冻剂的问题。着急之下，陈林光反而逐渐冷静了下来。说起来，自己才是研发目标的制定者，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忽略了灭火弹在极低温环境下的使用问题。其实当时我是心急了，在平时啊，我们简直处得像朋友一样，我都有点愧疚。后来啊，我发现他虽然请了一个病假回家，他在居然在家里啊，还都在为这个事情解决这个冰土子的事情呢。确确实实，我错怪他了。我也理解，他为了撑起这个公司啊，需要付出的努力太多太多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找到了我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当我再次回到这个工作状态之后啊，我发现我们之间的隔阂完全消失了。既然两人的隔阂消失，陈林光马上组织进行研发。他先前好说歹说，才让姚女士把时间宽限到了3个月，但就算这样，依然很紧迫。于是张海生专门带着陈林光来找他的恩师，安徽工程大学的周正发教授。周教授是个化学专家，在他的指导下，利用专业的化学工程软件分析之后，周教授终于为陈林光找到了一种既不会降低灭火效果，又能有效应对极低温环境的添加剂。终于经过了2个多月的试验，他们给姚女士拿出了改进后的灭火弹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
是的，我们就是刚刚从那里拿出来的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那么现在就做一个实验，让你来看一下。弹体里的灭火剂，哪怕只出现一点结晶，都不可能把这个油盘的火灭掉。我们走近了，走近看了。这个可以，嗯，这个可以了吧？这个靠谱啊。嗯，今后你放心好了。这个确定是在我们零下三四十度的黑龙江，没问题。绝对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那我感谢你。好好好。陈林光用实际行动成功挽回了经销商姚总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又一个经销商找上了门来。这几天陈林光连连的接到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，经销商们纷纷来电投诉，说有一个经销商窜货到他们的区域，造成了当地的价格战。本来这个事情是很好处理的，因为合约中就有规范，经销商之间以地域划分，不得在对方经销的地域销售本方的货物。可是陈林光却久久不敢对他下手。原来这个经销商是陈林光最早的经销商之一，他的销售额占陈林光灭火弹销售的70%。就在陈林光准备对他进行警告的时候，他却提出了一个近乎于无理的要求。能够把市场做大做强，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目标。你干你专业的事情，我干我销售我最专业的事情，所以说我把全国的市场委托给我们来做。以你们目前的这种实力，十来个人、十几二十个人的销售团队，您讲的我知道，全国范围这么多，其实我也领教过，你们的团队确实非常好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我们有我们的契约，我们的契约精神，我必须要去维护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其他的就不多说了，今天时间不早了，这个大家都是做生意嘛，嗯，在原来的价格上。再给你让利两个点，你回去考虑一下。这个也是我们那边董事会给我的授权。他的这个决定，我当时真的没想到，当时我很气愤，这不是明显着客大欺主吗？正因为手握灭火弹70%的销售额，他才不顾合同约束，肆意打压其他的小经销商。现在更是提出要把100%的销售权都拿走。但是如果我接受了他这项协议，我的半壁江山就要易主了。你也认识经销商郭总，郭总占了我们很大的市场份额，他今天来带着产品来，叫我们把所有的市场全交给他，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客大欺主的一种态势。你说怎么办？这个交给他了，我们就变成一家生产专门为他加工的企业了。然而当陈林光提出想要辞掉这家经销商的想法后，老陈的反应却出乎了他的意料。假如说你把取消他们的销售资格作为一次赌博，可能输的话，你认为你自己输得起吗？我觉得他脑子好像进水了似的，我很气愤。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他的销售额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销售额的70%。我说什么都可以谈，我们作为一个商人，只要有利润有利益，我就什么都可以谈。他的这个决定我当时真的没想到。我认为陈林光应该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应该要学会分权。他是一个发明人，我这一点认可，他在销售上我觉得还是欠缺的，应该要建立一个比较大的销售团队为我们公司服务，我们这个步子才会走得快。他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全能的。有那么一瞬间的时间我都想过，我干嘛要这么累呢？分一部分权给人家不是很好吗？可是
我想起自己走过之前走过的路，我却舍不得，那是我的灭火弹。就这样，陈林光与自己的投资人谈崩了，他还是决定辞掉那家经销商。陈林光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做完这个决定之后，公司未来的发展将要多么的艰难。果然，第二年灭火弹的订单急剧缩水，生产线每个月只有五六天的工作量，甚至一连两个月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去。老程那里是不可能的，可是自己急需的资金要从哪里来呢？那就是一个坎，那简直是一个绝境。我唯一想到的只能卖房子，只能卖房子。陈林光决定拼死一搏，他背着老婆偷偷卖掉了自己在浙江老家的房子，把合肥的房子也拿去银行做了抵押。这一次他再也无路可退了。陈林光认为只要有技术在，经销商可以再找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又带着员工回到了当初的小黑屋，除去给员工的工资，他把剩下所有钱都放到了一个即将问世的新型灭火弹上。如果要给火灾分个可怕等级的话，车辆着火，尤其是大型载客车辆着火，绝对会排在前面。因为在这种相对密闭的空间内，人员的逃生会非常困难。汽车起火的位置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发动机舱，这里油路密布，各种管线众多，一旦起火，火势的发展便会非常迅猛，很可能最终带来恐怖的后果。陈林光发现发动机舱是封闭的，使用传统灭火设备时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，都没办法把灭火剂喷射到机舱里面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肆虐。陈林光在调查数据后发现，指咱们国家的公交车就有60多万辆，自己的灭火弹本就能在第一时间扑灭大火，那么为什么不针对发动机舱的内部结构对它们进行重新设计，赋予它们新的功能呢？终于，新灭火弹在卖了房子的资金支持下研制成功。陈林光召集了很多客户，他希望这一次自己同样可以用事实抓住他们的心。这个灭火弹是专门用于汽车发动机灭火的，它虽然只有两升，但是后面不论有多少大的火都能把它灭掉。首先我叫工作人员把这个灭火弹安装在里面，让大家来检验一下，看看它的灭火的能力，好吧？好。车辆发动机起火的事故很多，也很可怕。陈林光的目的就是当起火时，这种灭火弹可以定向喷射出泡沫，第一时间把火灭掉。那么真实的效果会和他预想的一样吗？以前那个灭火弹呢，我们都领教过了。但这个新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的装置呢，不知道这个作用啊，到底有没有达，能不能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？那先请你点把火，就立即给你一个验证的结果。我们就来现场实验一下。好，好。再拉一拉，再拉开了，再拉。非常成功。这个效果确实不错。我们通常那个汽车发动机是关上门的，里面全部都覆盖了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这个液体的。这个泡沫呢，你比如说汽车发动机里面这些都是油，一经这个泡沫一盖上，它就不会再有复燃的可能。
我们这是定线式的，上面没有，上面没有。那么低于这个产品的所有都覆盖完了。你如果早一两年搞出来，那个成都公交车、厦门公交车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事故了。装在公交车上这是非常好的，我认为这个东西有非常非常大的市场，它不会伤到人，不会伤到人，不会伤到人。比那种家用的那个可能效果更好。通常在这种场所也没有人的，因为它里面有六七十度，因为人那不是人待的一个环境。它这个温度这么高的话，你这个灭火弹在里面会不会烤化？这一下，陈林光被问住了。在发动机的高温烘烤下，就算塑料不会损坏，那感应火源的这两根热敏线会不会被引燃呢？经销商们非要让灭火弹被真正的烘烤一次才能罢休。小熊，我们能把这里面加温吗？不过这种室外环境肯定没办法加温了，亢奋的经销商们决定去找这么一个东西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工业用的大烤箱。他们就这样把灭火弹直接扔了进去，一经启动，温度就开始持续上升，在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疯狂的期待。烤箱内已经接近发动机舱的60度了，此时的陈林光也坚持不下去了，温度还在不断飙升，而灭火弹却依然完好。现在烤箱内的温度已经远远高于发动机舱的实际温度了。但是这群兴奋的人好像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灭火弹里面的液体几乎开了，就像一壶水一样的烧开了，对对对，在里面翻滚。里面它的温度一上升，那里面产生大量的气体往外压，就像对对对，就像高压锅一样。那个这个材料难就难在这里，那么这种情况都没问题。所以对这个外科的这个要求质量是非常高的，非常高的，是吧？现在已经到达了90度了，哎。可以，但是注意烫手啊，注意烫手啊，这很烫的。好烫。灭火弹在烤箱里被折磨了半个小时，弹体没有任何漏液的现象，让他们最担心的热敏线也没有误启动。陈林光告诉他们，就算是颜色最弱的火焰，也要有近500度，而热敏线的启动温度正是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的。所以它的灭火弹放在发动机舱里是绝对安全可靠的。如果说商场如战场，那么陈林光和他的灭火弹又一次的从死亡的边缘滑过。老程说的没有错，商人本就是在赢得利润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而每多卖一枚灭火弹，可能就意味着会有一个生命得到拯救。陈林光同样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只是他对自己发明的执念令他与众不同。这一次，他用这个有着广大潜在市场的新东西，重新挽留住了老程。而他大胆裁掉不遵守契约精神的大经销商，则是得到了业界更多人的肯定。就这样，陈林光的事业从低谷开始了强烈的反弹，前来合作的经销商越来越多，而灭火弹的客户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。从回国后的白手起家，到公司从一间小屋变成了一整栋楼，陈林光走过了7个年头。7年前，他只有4个刚大学毕业的员工，现在他有了一支近60人的研发生产团队。而灭火弹经历了3代的发展，现在每个月的产量将近3万枚，
而且在以每年一倍的速度增长。这所有的一切经历让我明白了，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做事，踏踏实实的做人。老陈就靠着他的灭火弹发家致富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年营业额已经达到2000多万元了。哎呀，而且他的这个工厂啊也在不断的扩大，生意呢是越来越红火了。让我们祝愿他生意兴隆。好，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。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呢，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。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。好，再一次感谢您收看我爱发明，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。我是丁西，下期再见。人工宰鱼麻烦费力，一台自动杀鱼机横空出世，去鳞、掏肠、剖片，它是否样样玩得转？眼看成功在即，实则危机四伏。面对接踵而来的麻烦与困境，它是否能够一一化解，化险为夷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进击的达人之龙泽良。